你是谁？我是金牌吕林老师教你画画。我毕业于美国纽约长岛大学美术硕士，加拿大国际水墨创作比赛枫叶奖得主。小朋友看看椭圆形是哪一个地方？是椭圆形。好，就想柿子的那个柿子的叶子还是果肉？果肉黄色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非常好。那椭圆形要看一下，这个像鸡蛋，好，鸡蛋要躺下来，就是果肉的位置哦。好的，曲线有两个答案，猜猜看，叶子答对一个，咖啡色的，好，可以猜讲树根，树根，好，君翔猜呢？树枝，树枝，对，是树枝哦，树根在泥土里面，橘色这个地方，弯弯这个地方，为什么找你学画画？因为。老鹰教的小孩才会飞，第一名的老师教出第一名的学生，这是我的奖状墙，是我指导学生参加县市、全国、世界杯美术比赛前三名奖状。和你学画有什么好处？你将学到武力、想象力、创造力、观察力、思考力、专注力，一辈子受用。爱因斯坦说，想象力可以带你到任何地方。还有三宝，自信、快乐和幸福。金钱无法衡量，是无价之宝。So, come on!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? Enjoying the painting. Become the one you like. 未来还有许多有趣的画画课会教给你哦。我们下次见。